第74届红白歌唱大赛名单昨天出炉，吉尼斯事务所旗下艺人全灭，时隔44年再度缺席，因为创办人强尼喜多川性侵丑闻，让 NHK 电视台表态拒邀该公司艺人，但今年将邀请四组南韩团体救场，分别是 Seventeen、Stray Kids、The Seraphim 以及 Twice 日本小分队米萨摩。其中 Seventeen、Stray Kids 将首次登上红白，两组都在日本拥有极高人气，期望冲高收视率。第74届红白歌唱大赛将在12月31号播出。